中国人要这面子很有意思。比如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啊，我前些年呢去这个瑞士，瑞士呢正巧碰见一个富豪团，是一个省的富豪团，咱也别说人家省，说了不厚道，去了14个人，坐一面包车。然后他们听说我去了呢，就说："哎，来聊聊天儿"，就把我给忽悠到车上去了。车上以后呢，他们那天专门要去买表，买表呢，他们一想，这都是富翁有钱啊，买表，所以呢，就专门找了专业的人上去给他们上这课，就一路上课，在这车上跟他们说啊，说这车呢，最好的牌子，一线的，叫百达翡丽，叫江诗丹顿啊，说了好多名字。那帮人都听得很认真，不频频点头啊。一会儿到了人家店里，一进门啊，那第一个人那哥们上去就说："来7块劳力士啊，就是还得买这劳力士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很简单。我小时候知道最贵的手表就叫劳力士，经典的豪型的，多少钱呢？我记得很清楚，700多块钱，欧米伽卖500多块钱。"当时中国的上海牌手表是中国国产最贵的表，卖120块钱。你要买紫金山的，就是那个南京出的那手表，32块钱。你想想，那人就挣几十块钱买700多块钱的手表，谁买得起啊？所以就去看，哇，世界上还有这么贵的表，劳力士。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啊，就觉得什么表也没有劳力士狂。所以那哥们儿一进去买7块。给那个陪同让他买表，给人做了半天思想工作，那人气得鼻子都快歪了，啊！他刚才听了半天人给他洗脑，说江诗丹顿、百达翡丽，说了半天，他怎么一进门还要买这个劳力士呢？他不是买给自个儿看的，他是买给别人看的。您那江诗丹顿、百达翡丽，别人看不懂，劳力士一看名表，还得买那个金的啊，金捞啊，俗话叫金捞。那么，这些年你注意看，西方的奢侈品品牌开始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些，就是他们不屑的事儿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把那个标志做得特大，比如 LV 啊，做得特巨大，那包上就一嘚嘚个的 LV，还有一些我都不知道那什么牌子，把那标识都做得巨大。外国人最怕的就是这事儿，所有买奢侈品的都不希望这个品牌啊让你看见，比如有些品牌仅在这个兜里头哪儿留有一个很小的标志，啊，外面是看不见的，不像中国人喜欢的那种样子，都是把这个标识都彰显给别人啊，都在外面露出来，尤其包滴了嘟噜的那全是标志。那么我去瑞士的时候呢，有人说啊，说这个说你们看这奢侈品品牌，只要你知道的这牌子，在瑞士都算不得什么奢侈品，那叫大众奢侈品。说真牛的人呢，人没人买这个，人都买那个没牌子的奢侈品。我就好奇啊，我说这东西就是没牌子啥样的？他说那有一做大衣的特有名，什么都不干，200年来就干一事儿，做大衣。说那大衣可贵啊。你说贵，我呢还就没这个，没好意思问这贵有多贵啊，没好意思啊。人说您这北京来的啊，说这个，别老那么小家子气，咱就不问了。说那你就带我去，咱做一大衣行不行啊？说行，带你去就去了。一去啊，我告诉你，那大衣店没多大，一小门脸儿，特小。我去的时候还没人，他不开门，他那个橱窗里什么都没有，就一电视，小电视。这电视上是什么呢？是西藏的牦牛，在这个大雪天儿。刮着这个西北风啊，下着大雪，那牦牛身上啊，那飘着的那个绒啊，那个牦牛的牛绒不是羊绒，飘着。然后呢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宣传，就是一个大雪天，那牦牛在那个寒风里，它可能是说他们那里的那绒都是那牦牛身上掉下来的那绒。中心人主人来了，把门开开了，把我给迎进去了啊！中间还带着翻译，说了半天，说想做个大衣，然后呢，他说好啊，就从这上去，有个小电梯，很小，那些就仨人进去几乎不能动了，升到4楼上，一进屋开始给我量，弄完了。我去的时候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，觉得这奢侈品就是贵啊，咱也喝出去了啊，这辈子没穿过那么贵的衣服，咱做一个怕啥的，拼了啊！我心里想，
他不就是最多2万欧元嘛？2万欧元合多少钱？当时欧元贵，大概合9块多钱，什么10块钱，反正就大概合20万块钱。我是有这思想准备的。去完了，他量完了以后呢，他写一数，把我惊着了。他写一数，就是做这大衣，10万欧元，当时合100万块钱。我也爱面子，可是那天这钱战胜面子，我得出来。我心里想，我不能身上背一奔驰天天出去，对不对？我背一豪车然后天天出去，这大衣要我这么多钱，然后我就找一借口，我说我还得想想干什么，就非常不好意思就出来了，没买，对吧？你说这面子起不起作用？真起作用。但凡他那天啊跟我要3万，没准我一咬牙也就买了，是不是？花30万做一大衣，这辈子都不敢穿，那挂着。说我早年脑袋一晕，碍着面子买一个贵的回来，没舍得穿啊。哎，人家这叫奢侈品，没有牌子，或者说人有一牌子，咱也看不见，人也不标着。说这种小众的，在欧洲非常的多啊，专门是给有钱人讲究生活质量又有钱啊，为这帮人做的。而我们今天讲究的生活质量是给别人看啊，你看我拎的名牌包啊，穿着名牌鞋啊，穿着名牌衣服。那么我这说到这儿，我忽然想起一个，想起一事儿，就前两天我去跟人吃饭，我一朋友跟我讲的，哎呦，我把我乐的，我说还有这事儿了，说呵，这有这事儿。他们呢是一富婆代表团出国，你想富婆购买力全中国第一。去了以后专门要买奢侈品品牌，但这里有一富婆，这富婆呀，我跟你说你们都知道，就是我不好意思说她名，说她名吧不合适，这富婆我认得啊，认得，所以更不能说名。她呢出门的时候，你想这一富婆团全坐的头等舱，她穿一破鞋，然后乐乐特拿一编织袋跟民工似的就上去了。他们就纳闷儿，说他这个行李箱也不带，他带一冰编织袋里头装着衣服，说他是至于这么简朴吗？他嘻嘻哈哈的就出去了。出去以后，他们就纳闷儿，说也许是他个性，人家这个有钱的人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是吧？人家不表现出来。好，出国，所谓考察很快就完了，剩下就是购物啊，狂揽。一进奢侈品店，我们这富婆有意思啊。往沙发上一坐，二郎腿一翘，指着最贵那鞋，把那鞋拿来给我试试。把他那双破鞋往旁边一拖，把那破袜子一拖往那儿一扔，开始试这鞋，光着脚丫子试鞋。我告诉你们啊，穿着袜子试鞋很土，得光着脚。啊，试完了说真合适，夸夸，那黑卡一甩，人一刷，签完字，穿着这鞋就走了。把他那袜子扔到沙发上，把那破鞋扔在地上，当时给他们那一团的别人给臊的呀，跟我说，当时他们吓得他们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说你哪嘛，哎，你把你这不要的这鞋和袜子，您给团吧团吧，塞那盒子里给扔直楼里，你也算有个礼貌，您这倒好，真有钱，转身就出去了。我是不是那儿的售货员？我要是售货员，我一定拎着他那袜子和鞋追出去，说，哎，小姐啊，你这个。不是小姐，富婆那个老姐啊，说您这别落了呀，回去勤俭持家是你们的美德呀，赶紧拿回去，对吧？所以你想想啊，这么有身份的人为什么做出这种事儿啊？不懂，一方面要面子，一方面丢了面子。后来他们才明白他为什么拿一大编织袋出去啊，他为了多买一名牌箱回来。你想你拎一名牌箱出去，对吧？你再买一名牌箱，你等于俩，进海关背不住还要查你。他空着手出去，把编织袋一扔啊，买一个名牌箱拎回来，再买一个就多占一个便宜嘛，就为这个。所以出门的时候拎编织袋，穿破鞋啊，全都扔在国外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富婆的消费观啊，不是每个富婆，是某一个富婆啊。那么中国人呢的消费习惯就是一种跟风。中国人特别缺乏这种独立的思考，很容易被洗脑。你看啊，一说就某一阵跟风，现在突然就买某某牌子的包了，隔一段时间说那包土了，换一个牌子，呼啦，你看那个有时候去我去参加一些活动，那富婆领的包一看都是同一款，就大家比嘛，对吧？所以没有独立的这种审美，完全是跟随这种品牌，所以
我们就让西方的奢侈品品牌在这些年大赚其钱。我们自己人啊，这种购物观呢，因为多年形成了一种贪便宜的思想，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购买习惯，就习惯于价格的竞争，不习惯于质量的竞争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思想换一步，就是我们应习惯于一个质量的竞争，然后再谈价钱，价钱是第二步。这在国际上做的比较好的是首推德国，其次日本。这两个国家的东西就是说，你做得好，我一定做得比你更好，价钱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自己回过头去想我们的这个消费啊，第一是不理性啊，冲动性消费非常多，每个人都有买完东西后悔的这个经验，对吧？那我们又习惯于一种价格的竞争，就是越便宜越不嫌便宜。但是你们要知道啊，我们价格不会无缘无故的便宜，我们的价格便宜一定是一。中国人的消费观呢是有一套独特的思路的啊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比如我们过去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消费观，叫穷家富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家里啊节省着，出门啊多花点就多花点了，所以出门的时候都显得非常大方。那么穷家富路啊这个概念其实并没有多远，这是最早的在这个清代有本书叫三侠五义，那书里提出来的叫穷家富路。但这概念呢是总结出来的，所以中国人觉得哎，这说的太对了啊，简明扼要四个字，穷家富路，就出门就不怕花钱，所以这个概念让中国人出门的时候显得特别大方。中国人的消费观呢是由来已久的啊，首先呢是贪便宜啊，所以商家就有一套理论，商家这理论你要听明白了仔细听啊，他说不能让你感觉便宜，一定要让你感觉沾了便宜，明白了吧？就这东西多便宜是便宜啊，对于买家来说多便宜都不嫌便宜，但关键是怎么能让你沾便宜，所以中国人就特别爱贪便宜。比如啊，我有一朋友在国内呢带着儿子去买鞋啊，到那商场里一看，哎呦，新款呐，这个体育鞋，不说品牌啊，一看多少钱呢？1200多。想了想有点贵，说过两天咱就上日本了，咱上日本看看日本啥钱呢，所以就先没买。到了日本呢一看，同样牌子同样型号一模一样的，合人民币400多。你说这是一好事吧，你看哎，便宜啊，北京卖1000多，这到这才400多。好，买一双。买一双不行，为什么呢？这便宜没沾着，对吧？说再买一双。买两双呢800多。说这便宜没沾足，索性买三双一模一样的啊。北京买花1200，买一双，我在这儿花1200买三双。觉得沾了大便宜，沾了两双鞋的便宜。但他没想这钱还花出去了呢。你穿得了三双一模一样的鞋吗？那孩子脚还长，过两天那双鞋就当纪念品了。所以真正沾便宜的思想是应该啊，国内买1200，到日本400，就买一个，沾800块钱的这便宜，而不是沾两双鞋的便宜。但他有一计算方法，他还给你掰扯，说你算啊，1200，你买一400，沾了800块钱便宜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省了800块吧。但我把三双鞋都买回来，我一双鞋省800块，我三双鞋挣了2400。你听他这是道理不是道理？这听着也是一歪理啊！大部分人就掉到这坑里去了。你比如，我们还一同事呢啊，这两天天冷吧，买一羽绒服，啊，买完了以后呢，没事到网上瞎溜达，这一溜达看网上也一模一样啊，哪都一样，卖多少钱呢？卖400呢就来气了。你想想我这商店里买的800，网上400，一半的钱，那怎么办呢？要补这亏空，那我就再买一件。买一件不能买一模一样的呢，只能哎换个色儿再买一件。其实你说你穿得了两件吗？穿不了两件，过两年就过时了。但是呢它有一算账方法，它叫把亏损降下来。
800块钱、400块钱，中间差400。我400块钱买一个呢，400加800，1200，折中600块钱。说我把那800块钱的那件啊，商店里买那件拉下200块钱，他这么算账，占了这200块钱便宜。但他没想，你网上买这400块钱，往上还走了200块钱呢，你还亏了200呢。实际上你这亏损拉不下来，你不买是止损的最好的方式。所以中国人就特别喜欢打折，一听打折啊，你过去那商家就是打折，抵着打啊，你打折，我降价啊，你降价我吐血，你吐血我跳楼，你跳楼我跳水，反正我死给你看，反正一定是这个，就给你拼。所以中国人只习惯于价格的竞争，啊，到了这个那叫什么节日啊？就是1111啊，购物节啊，东西都必须打折。那打折有的商家打不了啊，就是只好把价钱提上去再给你打折，要不然就是呢给你单做一批，质量不行，要不然那不能折到肉里去啊。商家一定要赚钱，不赚钱那肯定不干。就是人过去说，从南京到北京，买的不如卖的精啊，这买的不赚钱谁卖你啊？你甭听他跟你说亲，我这都赔钱卖给你，没那事儿，他疯了，那他一定赚你钱，只是你不知道他从哪儿赚你钱。那么中国人啊，今天啊，购物啊有一个习惯，都叫购物节啊，就是，买东西跟过节似的。过去哪有这个事儿？就你用多少买多少，不用就不买。那么我们购物两大路数啊，第一个路数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种路数，叫淘宝。淘宝这词儿写得好啊，这名字啊，淘宝。我们说的这淘宝不是阿里巴巴的那个淘宝，而是指中国人这种淘宝思想，到处去找，找着这东西就是宝贝嘛，所以叫淘宝，淘去啊。第二呢，叫狂懒，狂懒啊，就是拼了命的买，没有理智。所以这个淘宝网上就有啊，双十一啊，购物节，现在又玩一双十二，我就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来双十三啊。以后只要是叠加的日子都可以买东西，比如1月1号、2月2号、3月3号、4月4号、5月5号啊，你就天天买。头两年啊，刚开始有这个淘宝上有购物节的时候，我儿子说牙膏便宜，买一大堆牙膏。我说你买那么多牙膏干嘛？我说你的牙膏都快放成牙粉了，能这辈子牙膏这个牙膏都买齐了啊！就是一激动就会买一堆，你听着便宜，一点都不便宜。我们实际上啊，对于购物这个环境来说，大部分人喜欢，过去是喜欢逛街的。逛街有个什么好处呢？叫随机消费。随机消费呢，实际上是一种人文景观。我们过去去逛街啊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未必是冲着东西去的，是哎，看看街上的气氛呢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觉得去一趟王府井，去一趟西单商场，都已经很美的一件事啊，到处去看啊，也许看到什么东西就喜欢了。那自打这个网络购物起来以后，天天都是快递敲你们家门啊，我看我们家那门呢，天天被敲，送什么都有。其实人从购物的角度上讲呢，人是喜欢逛小店的啊。你比如小商品市场是吧，北京过去最有名的叫动批。什么叫动批啊？就是动物园的啊批发市场。那批发市场最后就演化成零售市场。过去批发是你买至少买个10件8件是吧，几十件起批，一件叫什么批呀 啊但是啊，很多明星，大明星啊，一线大明星戴一大口罩就去了，跟人砍价啊，完了还炫耀啊，平时挣那么多钱，给人家那个商家一分钱都不多给，他有这砍价的乐趣。北京还有什么天意小商品市场啊，大红门啊，好多地方，因为他的商品非常丰富，人在这个购物当中啊，当然网上也能砍价，这种砍价呢是一种冰冷的，没有人和人之间那种智力上的较量，比如还做事啊，说你不卖我走了啊，怎么着啊，非得走到门口，一脚在外一脚在内，商家说回来吧，卖给你了，嗯，要不然就是你呢，其实大家都在博弈心理的那个承受力，对不对？那么这种小店啊，摊啊，就是摊位文化呢，实际上对中国人吸引很大。你比如中国的这个城市里啊，大城市，我记得像广州啊、厦门呐、啊、
上海啊，我当年都逛过。我记得早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，跑到那个石狮去啊，到处都是卖衣服的。那衣服那时候中国人的衣服单调啊，它都是从海外弄来的，好多都是旧衣服啊，那看着还新鲜呢，还买呢，对吧？你现在谁去买旧衣服啊？没人买。那么另一种文化呢，叫地摊文化。地摊文化很有意思啊，因为北京最有名的就是潘家园啊，潘家园也是九死一生。这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啊，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各种地摊就出现了。地摊特别难管理啊，这人来了就卖，卖完转身就走，卫生都另说，就是商品不得保证，你也找不着人。所以对地摊这文化就屡次治理啊，把这个北京的这个地摊轰的在哪儿都不能生存超过一年，最多啊最多半年就被轰走了。潘家园这地方过去是一个谁都不管的地方，所以慢慢慢慢形成了一个局面，最后国家给招安了，收编了啊。所以一到周末的时候，潘家园市场人山人海，那干嘛去了呢？买的人都觉得自个儿聪明啊，我见过多少人去了从潘家园回来说，哎，我买一国宝啊。所有人还在那说，哎呦，真的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，这东西值多少钱，说哎呦，买的便宜，没花多少钱，这可值了大钱了啊。但是你知道谁知道不是国宝吗？那卖家准知道。那卖家哪来的，他清楚之极。早年还真有这事儿，为什么呢？没人懂啊。早年我去逛摊的时候，那买的人根本不知道哪儿，不知这什么东西。但他有一原则，这原则叫什么呢？叫将本求利。就我有本儿啊，卖东西说我有本管着，我这东西3块钱进的，我5块钱卖，我就赚了你60%，赚2块钱，对不对？你给我2块钱，打死我也不能卖，那折到肉里去了，就不给你买，就不卖，对吧？那么你逛地摊啊，过去的这些地摊是经常卖旧货的，旧货里它有各种玄机啊，你很多东西你不懂。你比如我们说的啊，古董是一类，还有一类呢是生活的用品，比如照相机啊，过去地摊上经常看各种相机，相机收藏的人肯定知道哪个相机是有价值的，在收藏领域里，有的是一般价值，有的是有特殊价值的。那卖的人不知道，就觉得都是一型号啊，差不多就得了，就卖钱啊，有本管着。过去有人走街串巷收了的东西到地摊一卖，将本求利，赚了钱就很高兴。那么这些年呢，由于地摊的被管得非常严啊，现在地摊文化基本上没有了，倒是美国有。我去美国逛过，包括去英国也有，英国那条什么街我也记不住名啊，摆摊的人特多啊，那个东西都奇奇怪怪的，所以非常的吸引你，你也会在那儿学到很多知识。可是这些年呢，由于国内老是管这个市场呢，市场的这种地摊文化呢就消亡了。现在你看看，就包括潘家园都是变成店了，店家呢又开始装修了。这一装修，让我觉得这种最朴实的商业文化就丢失了。那中国人呢，一方面爱逛这个地摊，另一方面呢，哎，要面子，只要一出国啊，这个词儿就不叫淘宝了，就叫狂揽，买奢侈品，多贵都不嫌贵。世界顶级奢侈品在中国人面前什么都不是啊！你只要今天在世界各地卖奢侈品店的，你一进去你就问，有人懂中文吗？保证有人上来就跟你说中文，说你想买什么啊？你打哪儿来啊？回哪儿去啊？你说打中国来，回中国去啊？就是来专门买东西的。我当年见过最夸张的是在那法国那个老佛爷那个百货商店里，那人进去就是一摞一摞的拿东西买，也不知道都回去给谁。官复包，揭秘官复秀。今儿让你看看什么叫奢侈品啊！中国人牛啊！今天出国买奢侈品，其实我们400年前就有自己非常精彩的奢侈品，让你们看一看。真好久没摸了啊！黄花梨的，看这面有多漂亮吧？啊，百宝嵌，用最名贵的东西嵌在上面。折枝花卉，中间还有文字，看到没有？文字，一会儿给你念念。
这一层啊，这一小托盘也叫屉，有时候人家问抽屉的屉啊，有人家问里头带屉吗？就是带不带这东西。两层结合，黄花梨啊，木质优美啊，你们看一看。这是架子啊，上面的铜饰件是为了加固的，从来没有动过，是这种厚铜的。你们注意看，凡是厚铜的价值远远高于薄铜的。这是底层的这个屉，也是盒。你看它这个啊，微妙，底下齐平45度斜角啊，嵌在里头，做工非常精良，你在任何地方看不到边缘。它既不是这块板盖这块板，也不是底杆盖这块板，也不是插进去，它是45度衔接。你看它底下衔接的严丝合缝，但它在边上用明榫木器啊，凡是明榫比暗榫高一等啊，跟衣服一样。你们注意看啊，很多西服有明线的，明线的西服都比较贵。第二层屉，看到没有？这有一个槽，刚才那个是齐平的，这个握进去一块，是为了卡在这个舌头上。这一槽，严丝合缝，这是屉。过去这是给人家送饭的一饭盒，都奢侈成这样，底下是饭，上面是菜，再上面是咸菜，关键是上面这面儿。白宝钱，明朝末年非常流行这件东西，就是那时候的字的风格。篆字的风格是明朝末年的篆字风格，折枝花卉是崇祯时期最为流行的表达方式。我们可以从那个时期的青花瓷上可以看到，就是画这种各种折枝花。你看这有梅花，有菊花啊，有这是牡丹、水仙啊、芙蓉，什么都有。这上面有字儿，这字儿啊，我买的时候人还将了我一军，他自个儿看不出来是什么字儿，他跟我说啊，因为我们俩价格谈不拢啊，他说你要能把这字儿认得，我就便宜你。我一看这事对我没那么难，为什么呢？简单啊，有的字儿呢你不必都认，你认得前后左右，你知道这句话就行了。左边啊，这2714个字，你先啊，我教你们以后不认识的字怎么能好认。首先你要数它的字是多少个，你看这一数啊，14个字，你看4个4个4个，3412加俩字，14个字，理论上就是7句，2714嘛，对吧？如果20个字。